你怎么样把五个人的呼吸变成一个呼吸啊？每种不一样的个性会互相激荡，每个人有不一样的回忆，承载着不同的灵魂，乐团专属的一个性格，等于说是一个小社会了。人冲突不是离开就干一架这样，我觉得忍耐吧，应该是忍耐。好凶啦！本来人就都有缺点了，他们才会这么有才华。乐团就是因为个人的能力不足，所以才需要其他人帮忙。摇滚乐有魔力的地方，就是它激发你内心层面的共鸣。四分卫的起来，晚安台湾。我买乐团我也很喜欢，伍佰演 China Blue 应该还是五月天。乐团会变成流行乐很重要的部分，所以才称为一个时代。突然在一夕之间，砰！哎，这个怎么跑出来了？主流跟独立或这东西界限都是越来越模糊。我们要突破的高墙是什么东西？就讲自己想讲的话。把玩乐团当成是生活的一部分，一直维持自己不太完美的状态，是一个生命记录，不会有任何的规则，那个就是最真实的样子。乐团的时代来临了。